平时电话700元。好的。然后烧脑，我想再提示一个。哇，这个慢的，其实就是。但是其实我们是怀有良心，直接拿一条心脏去。七张的一模一样的，你就是700元，对啊。然后七张，但是我如果我有就一张，七张各10元的才是100元。对，我要一张100元。你通过一些游戏啊，玩玩就懂了，反正。来，我就喜欢拍这种赚钱。马哥，队长，这个羊毛该怎么薅呢？线索 DIY 一个东西肯定就是了。对，什么东西？谁先猜到谁有一次就是抽福卡的机会。孔雀一件衣服，时代少年团的图标，一个拖拉机，你想没有关系，我也没关系，反正你就猜就完事了。狮子，没有人有线索对吧？对。拖鞋 DIY、李总的拖鞋。你懂的拖鞋，哈哈，听我的吧。对，你懂的是凉鞋，拖鞋。李总的拖鞋是少年的心中很重要的存在，虽然他不为老总，但总是穿着着一双质朴的拖鞋走南闯北。很可爱啊，再提给我吗？叫你是哥哥，提点给我吗？那不就是他把桌子拿完，六个一模一样。对不起，没有。中途可以想，特别想要什么，可以问对方借。好，谢谢。黄景瑜老师，黄景瑜老师，我先说的，我说的最大声，大哥。不行，不要啊！黄景瑜老师，哎呀，我是那两个布吧。盖浇饭、蛋炒饭、盖浇饭、麻花椒饭。你俩是不是猜了？是两个字吗？两个字。今天我们也吃过。对，你们早饭有饭吗？有饭。晚饭。午饭。不对。汤饭都吃。盒饭。对。啊，张飞也吃。他学的叫盒饭。对，他的技术还确实就学了这个吧。1428公里，1800，长江国际走到北京，每100公里穿坏一双拖鞋，那么李总到北京一共需要几双拖鞋？18双。好，你先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不是，我居然回答不对。我听到了，他说的18，你怎么反应这么慢？好蠢！那我只能回到未来了呀，没得选吗？哦，你想回到未来？你回到未来吧。哦，我这没什么可选的呀。多着呢，大哥。那个笔你可以放上面，当那种冲刺的那种火箭。哎，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拿完，然后让他们后面的人来求我。那可以呀。还有多少？只在这。短短的几分钟之内，
算了，还是 thank you。我要用到环保。这个帅呀、啊，这个帅的，这个帅吗？这个帅，就是冲突美感，铁扇公主吗？这不是，这芭蕉扇。哪个和小朋友你俩来吧，哪个？你俩交换着来选吧。你看他，把垃圾往这一推，他让我选。我们就要答题，我们要答题。等一下，你就不想挣点面子吗？马哥还在说，还先说，考完了，我免费得来的东西，我可不想动脑。给我收起来吧，收起来吧，收起来吧，谁先去收起来吧，收起来吧，你看收起来吧，可以开始做了。不，应该拿这个，可以先剪刀吗？剪刀布。哇哇！啊，看你我急了呀，剪刀给我，给你。完了，我急了。啊？给个小猪吧。好，给你。我的妈！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拉丝啊！说实话，我这个成品出来，我跟你说都不是飞哥来选，都是人设计品牌来找我，是让他去巴黎时装周穿。说实话，我这拖鞋我都感觉可以跟人家联名了。这是废物风，废物风吗？韩老风 ，sorry。哇、哦，高级啊，这个。他怎么了？就高级了？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保温，高级保温。太阳能吗？是什么？不费劲。很滑，都不看清楚尺寸就买，好扯啊！哎，这个指南针咋不指南呢？它两个放箭头指的方向都不一样。指南针指北，你才知道吗？想就能得，哎呀，我的老中，我的这个什么东西，指南针，还不有。八月中秋菠萝，芦笋寒冷凄凉。小桥流水桂花香，日月千丝万象，心中不得宁静。今朝难把文章，思念寒苦待书房，防线才刀子光。太包朋克呀！给大家做一个那种尖头发，有画面感了，兄弟们。炸鸡。这样吧，先说好，第一名也可以抽一个。陈哥好啊。憋住不能笑，我还好啊，你们没考的这个写真，但是我太满差不多哦，我搞不中这个，完了你装吧，装。哎，你不是拍了吗？我们来不卡，我都是说的，你能不能让我用你一个小小灯？好吧，给你吧，谢谢。我还给飞哥设计一个他的 logo， 你知道吗？专属的拖鞋，好吧，这个不拿第一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你完全看不出来我画的是个什么东西，我只能自己看懂，因为设计师的图一般都是自己才能看懂。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指南针手电筒，我本来想放里面，想了一下，如果飞哥要走路，他万一碰到脚了，他的手电筒就直接撞掉了，但是我就把它放在了外边。嗯，你看我这个想法还是很为其他着想的，对吧？你前文为我的感想很惊呼吗？对啊，我天哪，你这个真的不错耶。有自带 GPS 系统，是吧？这个指南针吧，就是希望飞哥一路向北。离开有你的季节是吗？不是不是，开玩笑的。就希望飞哥在什么山地探险的时候不会迷失方向。虽然这个指南针，你看他们指的都不是一个方向，但是我觉得很多条路，指南针有他自己的想法啊。OK OK， 好强啊，张哥。然后这个手电筒呢，就是。
让飞哥在黑夜的时候能够看到前方的光明。哇哦，是帅了，是帅了。你想名字没取，天马行空鞋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我这双鞋。这个人桥上走路很累，所以想让他渡江的时候用的。望着天空秀亮，说清风自由的在水上飘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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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这双鞋呢，还在河上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它应该是可以，能够巧妙的浮起来。然后上面的树枝是为了增加它的浮力，然后还有一些亮亮的灯，这灯呢就是这个在逆时，这个在逆时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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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哥好，那太吓人了吗？就是我设计来源。然后还有飞哥的专属标识在这个飞上。你怎么抄袭我呀？那他抄袭你了呀？你写东西啊？我写了飞字。那你不行。然后当然这矿泉水瓶是，如果他渴了的话，也可以用它喝水。哇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还有我的这个亮亮的布条，这个布条体现了一些朴实中又带一些奢华，然后所以我叫它轻奢。哦，轻奢，真的可以，就叫它轻奢，很轻啊，浮起来了，然后还带稍微带一些奢。打开，一定把这个 logo 露出来，李飞。LF 可以换人像吗？这种加分的东西。这话是你那设计图，我以为两个小人似的。要不然，一般的这种图片下面都会写以食为小人字形。你像一个白菜。对，确实我画设计图跟我做的东西是两回事。我做的东西是真的好看，我画是真的丑。我的画就像香蕉人。不是，这个其实，这前面是那个居居，然后后面是这个袋子，我都做完了。天妇罗那种感觉。天妇罗吧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然后这就是我的鞋子。你来看看吧，真的不错，我说实话。这个是扎人的，不是，真的就是赛博朋克呀！哦，第一口，我也刚想说，然后这两个字 ，L F， 专属标志。哦，我只能说这双鞋他不给我评个第一，对不起我。就是艺术，艺术总是矛盾的。哦，棒了！谢张哥，对，艺术就是矛盾的，所以我就是朋克的神吧，我叫 PKDS， 对。他这个其实还行。我这个真的好环保，他这个是真的。要吃烧烤，穿了以后都可以。最怕茄子了。哇，好帅呀！还是胶，可重不行啊，那个胶。太帅了！你这个 logo 好大呀！这是我的 logo， 你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？这是我凭空想象的一个理念，主张环保。对，然后上面这个大 logo 呢？LF 就是我们又是即兴拼数。LF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老板李飞的名字，
缩写。当它暴晒在暴露在阳光下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五彩斑斓的颜色。哦，对，保暖。然后你出了脚汗的时候，它还可以吸下去，非常的人性。然后还可以清洗。我名字叫 LC。好。哦，矮腰飞，矮腰飞。哦，矮腰飞。对。我要飞。还有个附加名字，请把它穿在太阳下。哇哦！矮腰飞，直接请把它穿在太阳下。哇哦！像个电视剧呢，真的吗？哇，这个钻石在我镜头里面是闪光的。什么味啊？ OK， 胶水的味道。这个可能没必要看啊。这个就像是乙方的草稿。怎么说呢？啊，绿叶荣华的搭配的，飞鸽错把青春回，钻石铆钉配一对，飞鸽一生都富贵。可以。安全问题，周冠爷，我是检察员。可以。劣质啊！我刚才想，我是周冠爷，我是检察员，我质是质量质检员。两脚铆钉共十八，人人都把飞哥夸，一哥脚踩双轮滑，糟了，花，想不出来用脚了，糟了，我们跳舞就是滑，摔了一个马，飞哥玩的就是花，看这个挺适合那个，穿上拖鞋笑哈哈。OK 吧，你要特快吗？可以特快，特快。这个怎么这么帅？走路带麻花。哇！现在的毛上还有胶水。那你还要拍吗？你拍，要拍的话你最后一个。多少钱？十块钱。厉害。好。还有这个好吃。那想尝一下，随意。第一个我加了一个这个海绵，然后踩上去软软的，就很舒服，还有增高的效果。哎呦，然后很诱惑。还加了这些小毛。也是可以防风保暖。哎呦，哦，这毛挺做老大，很童真，很梦幻的感觉。金毛狮子王，哇，好巧。哦，叫就是飘。我这个吧是个概念鞋，我就是奔着那1000块钱去的。是的。所以的话，它呢，我觉得我是不推荐飞哥把它穿上脚的，我是觉得它放着收藏，所以说它值1000块钱。至于设计理念呢，我是觉得这个这些花纹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我们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，生活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面是黑色的。就我们要有肚子里面要有墨水，墨水是什么颜色？是黑色的。所以说我们黑色，只有肚子里面有了墨水，有了内涵，你才能抵御住外面这些花花绿绿。不愧是你，我给他取名叫。太强了，真理。花花世界名人也。真理，马哥给我帮我取的名字。不是我妈妈取的，你想吧。跟我没关系。马哥，你不是刚刚吼了一句真理？没有，不是吼。不是你们，那就不是你们。然后马哥的，我有个疑问，
你让它，你让它游过去，对吗？怎么游过去？飘过去。用科技来解决武功达不到的东西。哎，不是，它不是有电吗？遇水会电啊。哎呀，你不把飞机的安全灯？怎么会？妈呀，这真是电啊！没有安全保障，劣质产品，劣质三无。你防水多少啊？销毁，销毁，现在就销毁。你这在销毁。我的快乐已经不在。上河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可以关掉。所以说还得是我这个进水里还知道你掉哪儿了。你关掉那进水怎么办？你这个也有电，上岸那不就销毁销毁？进水了，上岸呢就。就不太需要了，就换一双，就换我的拖鞋了，再买一双了。文哥，你这个拖鞋，我觉得可能有个 bug， 就是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太轻了。是，这飞哥还没走呢，就都知道他来了。哇，晚上王者气息耶，大哥，王者气息，王者归来，就是张张扬扬的，你都来看我的拖鞋，但是有个弊端，你就是来看我的拖鞋，有个弊端，就是走的时候。假如飞哥要回家去了，然后他儿子正在玩游戏，这样他儿子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爸爸在哪。马上，一伸脑洞，但是可以摸，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电脑，剪掉那个电视机的温度，或者摸一摸那个电脑散热器，所以需要我。你怎么有三张呢？太难了，记不住了。
现在没睡，你告诉我，不可能。是我吧？全体起立，谢谢。是马来奇的，恭喜我。刚刚那个质疑的表情，一定就是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，他得到第一了。我觉得还是新的东西来的快啊。听到？这个太花了，你这应该那个，我跟你说。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。对，这是什么屁理由啊？这个穿都穿不上，这个像草帽，穿不上。这个，来一个。我到第五名，我开始宣布。你是好客，来吧，来吧。第五名是十块钱，反正。然后是翔哥的。那你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对飞哥还是很了解的。他是那种务实主义派，他对我这种就是概念派，他并不是那么的喜欢。我也觉得，那我估计是你没错。第四名价值50元，小刘的。他怎么第四了？小刘啊，没想到，我急了。哥哥一定在你前面。我急了。不好看吗？那我这个呢？我一定不会是第六、第七，我这个。我先公布第二名的吧。对呀、啊，第二名快快。第二名是价值500元。完了啊！谁的呀？谁的呀？我这不是是哪？张坤，张坤。算了，先别问了。上车！不会是第七名吧？完了，哎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场为荣誉而战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。这个要是第一，我真的，我当场把这公园我吃掉。他摆在这儿，飞哥，你得去看一下。这个是第一，放这儿。我他生存之道，真的。来，还是他是第一，我真气不行。他要是第一，我把这两张卡送给他。马的第一，兄弟们相信我吧。我赌张哥是第一。我赌张哥呀。谁呀？绝对赌张哥。我是什么？我吃多钱？我那10块钱当赌注。我赌张哥是第一。吃多钱？10块钱。我赌张哥的第一啊，我100直接给他。马嘉祺如果是第一的话，我给不要钱。张哥如果是第一的话，我把我2元钱都给他。这样，如果马哥是第一的话，我把我的10块钱给他。如果你是第一，我是赌张元的。但只有小宋赌马哥。我不是人吗？我是马哥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个人是有点。但你要是给他的话，那你是赌张元赢的。哦，对哦。对啊，我的意思是马哥赢了，我就把马哥的卡给他。马哥是第一，我就给他。然后现在第一名是，几个字？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3个字。3个字。3个字。你果断一点嘛，你还是果断一点，你搞得我心很慌。是。三个羊。哇！哇！有什么设计理念？喜欢埃及风吗？不是埃及风。船员难道不应该是我吗？说得奖了他知道这是18吗？他知道吗？我想知道，我可以给飞哥打视频。说明我还是不想当面问一下飞哥的心情。飞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务实。马哥啊，对，一毛。对。眼泪呀，止不住地流。你怎么动摇了？很好看啊，我去看一下镜子，在那边。发屏。可能飞哥是真的不懂，不够。这个应该讲来说他了。寻找文明，我懂了。飞哥还是想回到年轻的，张哥他还是想要青春。啊、第二，我是不是要抽卡呀、啊？哦，这么强、啊。你还能抽卡呀、啊？英哥，可以。我可以问到我吗？对，射。谁有张哥了？射吗？画射了。给英哥个机会吧。好，给谁机会？大家都抽了。马哥也抽了吧。你说这把刀立了。这最后一名音响未问奖了。Oh yeah, you are. 遥想。哎呀！啊！这个人抢我卡！你拿的是谁卡？这他妈卡！没有马甲奇了。我的马甲奇。我的马甲奇。这样啊？还给我。
到时候会算的。干嘛？哎，这个要算吗？拿到手里。这是我唯一的同学，对吧？好吧，算你。对呀，算。哼。没有了。你下回也可以多给我抽两张。我跟那个马哥换卡了，我手上是我自己，然后马哥手上是大哥。哎，马哥，我给你换一下。其实我们不管你们怎么流通，你要找我们换，就必须得拿我们规定的七张不同的，或者七张相同的。我能拿500块抽七张卡，不管怎么流通，不能。不管怎么流通，比如说我这么抽一张。对对对，也是你的，随便。高东西你玩不起。完了，张震岳被卡了。啊，这样的。不，我这真的就看。0.1，我手机呢？我的500呢？来，我来看看。来，一千吧。一把这个给你换，换一个隐秘的地方。如大家所见，就是福卡大家拿到的越多，有机会换嘛。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就是去一个4天3夜的地方，村里面就是花钱的地方还挺多。然后呢，这个刚刚全是大家初始资金，去了之后呢，可以再赚钱。是吗？有。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畅想一下，如果就是可能到一个地方想干嘛？是打乒乓球？乒乓球想要？可以。篮球也有。有。足球。电脑。不可能，那这个就不可能，绝对他就是给你换上的。你敢打死吗？行吧，那我们就期待去那个地方。太期待了。我是有两张卡，镜头记录一下。我两张卡呀、啊，我有3张。这时候显得我很心酸。你哪来的3张？我也被抢了，大哥，我是被他抢了。没有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只问他们，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得到认可？他们不是得到认可的，然后那我就收入脑中了。我压住了。然后马哥谁的？对不起。没有。小宋是谁的？马哥的。几张？我的。好，我的。小张呢？小张谁的？下一个。我2张，3张，1张留我的。等，也先替你换一张。为什么？我感觉你的只有丁哥的这张卡片出现的概率好大。2张我的，一个人7张就700，那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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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对呀、啊，他们哪个技能干到的？你想跟我？那我们今天就这样，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嘉宾。太好了，回家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